台上的大哥哥大姐姐比着动作，台下的幼儿园小朋友们一同跟着音乐律动。仔细一听，这是首客语歌曲，小朋友们全都沉溺在客语环境中，相当的怡然自得。我刚刚学的爱字是动作拼张轮量。特别是客委会在新学年的开始特别启动客家文化到校巡回活动，到国小幼儿园展开巡回活动，让学生透过互动民俗体验 DIY 手作，认识不一样的客家文化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运动家的精神。那同时呢，也希望透过这很有趣的客家游戏呢，能够让小朋友们对我们的客家文化、客家语言、客家音乐都感到更有兴趣，和我们一起来传承客家语言文化。从新学年开始，客委会以傻痞运动复议为主题，客语的傻痞就是自信满满的意思，希望学生们能够从客语文化中培养自信与坚毅的能量，在求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。记者张华展报道。